主料蛋700克，辅料油盐料酒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新鲜带鱼吩咐去撒洗净，剪成长段，用盐料酒腌制20分钟左右。将鱼段两侧蘸干淀粉，小火在不粘锅中煎熟即可。装盘烹饪技巧，用不粘锅两面蘸干淀粉，小火煎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